亲爱的乌龟你好，刚刚有人搞笑，我本来已经讲了一整段，然后最后他不会按，他在催我，所以害我刚刚所讲的完全都白讲了。那现在已经直接看到了结果。那你会发现说我刚刚整个充足完了之后呢，这个咖啡粉跟我们这个玻璃的这个壁面成一个完，就是很完美的它整个贴附的这个状况，这代表说我刚刚的这个示范哈，是一个很完美的不断水式的冲法。那你现在是先看到结果，那我等一下会再补另外一个，就是我们再重冲另外一壶给你看。谢谢。他快哭了。这个叫做鼓形，它整个贴附好了，贴附完整的，然后是整个这样子凹陷的，非常的完美，这样子。有人快要打我了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再等一下再。